是一款一打开就可以玩的卡牌游戏，但它有点危险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友情上面的消失。所以你今天找我跟瑞莎来是想要我收购你们了。啊，我们出了这一款，我们绝交吧。Hello。大冒险，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角色卡，那它只要一翻开来，它就有红、黄、绿三个颜色。一翻开之后呢，它就对应真心话大冒险，就要回答或去做。那如果你不做不回答的话，红色的话是最严重的三杯，黄色两杯，绿色一杯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拿出我们今天的酒，因为今天的干爹是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没有抢牌。对，就是一杯哦。然后怎么喝？懂的懂，懂的。我们绝交吧，玩起来干杯。什么？什么？懂的懂，懂大懂的懂大。不是，喝到往为止，懂懂大哦。好啦，他为什么不喊了？怎么喝？懂的懂，懂大，呀呀喝。就三周数字，数字最多三次，一二三四五十一。我要往的是瑞莎这边。好，请说。重点是我们都没有伴侣。怎么懂的懂懂的懂的懂懂的懂的懂懂的呀呀！哈哈哈哈哈！今天这红色，一整团什么什么什么？不到我低收入户吗？副整花酒花的香氛之一，不管就是一下一下先丢啊，不然就三杯，我没有意见哦，我的就只有三杯了，不要，好啊，像你。不想跟谁去无人岛，洋洋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就已经够绝望无情了，还很吵。而且他就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要活下去，答应吗？答应。什么意思？答案。好的。对面的人撒娇，要说拜托买鼠疫空给我。阿多，你是舞台剧的老师哦，你要知道的。学生们都在看。贝贝。好了，五秒内我要拿到鼠力扣吗？预备备 ，Action！ 拜托把鼠力扣给我嘛，还是差，因为太想读了。怎么懂的懂懂的？当你是当成口渴吧？不是，因为这杯就没有了，他想赶快喝到。绿色。握住右边朋友的手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夸奖他二十秒。我 OK。啊！是不是太美了？怎么懂的懂懂的，你是他。哎，这真的蛮尴尬的。其实我是可以做到。而且只是眼睛哦。哦，对啊。贝贝，开始。阿四，我觉得你这个很像。流浪动物协会，要捐要捐要捐，我要上那个明星好不好？哇！要放我了吗？我们绝交吧！绿色的大冒险，把牌给右边的人出题目。我想好了，好好干嘛？他帮我付那个明星。黄色，这是两杯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也说出来。请站起来，空气摇呼啦圈。三十秒。哎，是蔡龙。拜拜，开始。一。三十，换你啊，快点啊！
灯，黄色，黄色。把手机给左边的人，让他手边传来给你。啊！我知道了，传给这个人。好，东东后卫。他莫名其妙，绿色的。说到此卡者，其中一位给你一巴掌。我开放让他来给我一巴掌，来啊来！万一冰哥喷了口，你一巴掌是真的可以打。但是我先说不能生气，我不会生气，真的不能生气哟。阿都，这卡给你了。这个卡声音是不是很大声？会我这边的耳鸣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你说游戏。我刚刚是说用恐龙尾巴打哟。啊，我是说我可以打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千错万错都是薛薛的错，他出的卡牌。我们绝交吧。绿色，把牌给右边的人输一个。呼他一巴掌。一、二。对对对对对。红色。天空踢垃圾十秒。十九。一。那我们垃圾都一定要歪头，然后这样直接撞到吗？对。这样就是大众特撞。而且还会歪掉。红色，惩罚回转，不想被罚就拿出来。哇，对，然后你等下可以决定说你要给瑞三，可以听清楚。哦，那如果等下下一张他没完成的话，如果是三杯，那你有三杯，这个六杯。六杯吗？啊，是这个意思哎。对，什么颜色？绿色。跟这副牌的主人喝一杯。我们绝交吧！走到绿色，历任最不喜欢的另一半，最不喜欢就是上一任啊，妈宝啊，姑宝啊，阿杜大只会看你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我们绝交吧！红色，他出牌，我是国王。我可以努力做任何要求。所以等下如果有抽到努力牌的话，那个人就要听。太棒了！几十秒。鼻毛磕磕，还要磕磕哦，这样鼻毛吗？你帮我给谁？给谁？我跟你讲，你不可能这个就用掉。你要讲真的，我讲真的，我是因为我有整理过了，所以没有了。啊，这六杯哦，六杯哦。为什么是六杯？因为它有三杯啊，红色。黄色，给镜头看什么颜色？谁给镜头看什么颜色？小心一点！呼喊 Google 的搜寻记录。花上花上花上，就这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，
等一下，我先解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搜寻，是因为我朋友传那个侏儒的那个给我，我不是那天有播的，没有啊，这个游戏没有解释的。哎，下面还有留言，他的好大。来了来了，看他的搜寻。Day of 中文。高铁头等舱。高铁没有头等舱。没有商务舱。哎，我觉得他有商务舱，还有头等舱。好了 ，Day of 中文，中文。哇。给右边的人看相簿三十秒，选一张照片给大家看。好好我有那种啊！预备开始，三十秒，二九，你一定要找隐藏，二三，不是这个，等一下，你看就好，十九，三处的那边是。是不是不要出来？我没有点进去，我不敢。但是我只看到很大的东西在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慌。他眼睛亮晶晶的，闪烁。接下来一位阿拉斯，我们绝交吧。红色，讲出左边和右边三项缺点。左边是他。讲一个就好，讲一个吗？嗯。想不出来的缺点是什么？他脾气太暴躁了，好像一个，然后再来就是我，拒绝了哟。他会太专心在某一件事情，然后再来就是那个，可不要再装可爱了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说我没有装可爱啊，我一点都没有装可爱喽。来哦来哦，打电话给新人说我们结婚吧，没有对象，需要喝一杯。来。我看成是前任，是现任。哦，现任。对人真的很好。不在乎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好，下一个。黄色。如果皮包不见一万块，你觉得是现场的谁偷的？我喝。但是你们都比我有钱。我喝了。浴缸垃圾，很可的喉咙。绿色，现场选一位在一起，会选谁？喝酒。怎么喝？咚哒咚咚哒瑞莎喝。然后呢？我们绝交吧。黄色，给右边的人两百块。哇，这就卡。哎，卡都不止两百块。哎，我们就讲吧。哦，特殊下家喝噜，下家喝噜。哎，阿里马萨噜，咚哒咚咚哒，你是喝红色，红色，红色。行啊，请将手机恢复原厂设置。啊，那这个游戏太过分了。是不是直接选这个了？对，没办法，因为里面有太多。哎。对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平常里面有些啊，可是如果有人真的有一些不在乎，对啊，或是有两只手机的人，或是有三只手机，或是没有手机的人，绿色绿色上面说，找人猜拳输了就喝一杯啊，天 OK 的，我跟你讲，我拳今天，而且不是玩别的拳吗？那我会不会翘？好啊，剪刀石头布，先好，乌龟龟翘。不要再一局，三对两胜吗？对啊，不要输的满杯。好啊，满杯啊！赶快让他喝多一点，他不好笑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乌龟乌龟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剪刀石头布，乌龟乌龟翘，乌龟乌龟翘，乌龟乌龟翘。我这次出的卡牌叫做"我们绝交吧"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
可以支持我每天都要去购买这个卡牌。然后记得在游戏开始之前，我们刚刚忘了这个动作，来摸着彼此的手，我们要告诉彼此是说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，好朋友不能生气，我们要先约定好，你们才可以打开这个卡来玩这个游戏哦，不然真的新的朋友不要玩，真的，不然到警察局见。对，然后里面还有很多题目，有100题，然后值得你们回去，就真的要见好朋友。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查一下这个我的绝交吧。谢谢大家，以上就今天喝酒还是什么？我是萱萱，我是李丽莎，杨洋，我们绝交吧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来，马路是真的有在捐款哟，捐了这边1000。哎呦，好有爱心哟、哦！一定要大家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人家动物的，因为我家自己有养狗，我家自己有养狗，因为我也是狗。哎，本身就是条狗，单身狗。他已经要讲到。